啊，今天同陈叔去玩双人奖啊，哈哈，好。好 ，OK，OK， 等等啊。关键就是我们俩的酱应该差不多同时的，就往我里头，哎，里头里头，左边就哎左左，哦，左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要压踩，哎呀左左右左右左右来了。陈总加，准备加速了啊！左右左右左右，8.4公里，这个比单人艇很吃力哦。哎，那我俩还没有爬到，还好损。
一次啊，我喊啊，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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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家罷工未？佢哋正常咧，應該比我哋個丹田應該快嘅，但我哋而家爬嘅好似同丹田差唔多嘅速度。今天这个水很温柔啊、哦。陈叔觉得怎么样？感觉平吗？啊？啊，因为用不用得上力啊？好。正常呢就应该卷的。那个卷那个油咯。啊，陈叔，这是我们这个亭在清水湾到的最远的地方了，哈哈，是吧？这亭段冇几远哦。这个都好稳阵的啊。稳阵的啦。啊，稳阵的，来了。哈哈。我觉得这个还好稳阵的，它在前面包得好严。不是一定大家啊，好难跟的上的，跟不到是吗？好难跟是吗？好难跟的哦。一层一层的吗？佢哋一齊咧就係快咯，快啫，係啊係啊，唔係電，電同嗰個冇關係嘅，一齊咧就係最快。说我整理一下那个手表啊，整理一下那个手表，手表有些松。好，我哋再来一个啊。